佛子菩萨摩萨于此善根修行难住屈入奢受积极变具误解心境开示发起时得堪忍心必讷取门善奢住根威仪具足远离颠倒正性圆满开外一切诸佛的法器能做众生福德的良田为佛所念长佛善根诸住佛愿行住佛业心得自在等三世佛取佛道场入如来力具佛舍相超住世间不若升天不贪富乐不着住相一切善根皆已回向是着众生功德智障住究竟道普度一切与希望道中拔除众生令此难住一切善法遍住境界无断无尽开启自菩提之门建立至诚严净大道普能实现一切事情令力构演心善调伏生如来家敬佛总性功德具足做大福田为师所欲难离众生显令清净常勤修习一切善根现在我们讲这个十愿的第七回向大愿这个大愿跟前头是本来是相同的但是呢入世跟出世不相同了就在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二十七参那么继位此位的菩萨是观自在菩萨显示什么呢显示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大慈大悲是入世的不是禅定修禅定求智慧那情况不同了所以入世很难呢这个甚深的道理咱们可能不理解而浅近的道理我们能明白例如说我们在常住就我们这个寺庙自己修行小业障也好啊了生死也好啊求生净土也好你修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而自修这就没什么干扰的常住呢就是护法就是护持你但是假使你在常住要负责任不论你负哪不负责任但是最困难的还是课堂很大聊负责衣食住行的他一天想怎么样大众师傅吃好然后大众吃得愉快别人在休闲他一天呢蒸馒头做花卷煮饭做菜洗菜乃至于烧火就这一道程序吧我们把它形容到入世了我这么想了他没有自己修行的时间呢他想的都是别人这个嘛是内向的在这内里头没什么干扰大家可能也轮流着当过知客你在课堂可就不容易了
为什么？什么人来了到客栈，你都得应酬他，你还得说服他。很多问题，你看着没事啊，等你当几天知客你就知道了。来些人要见老法师，给老法师打个电话，老法师说不见，他溜达不走，你在这个时候在中间就为难了，为难了。这是很容易处理的事情，但是发生不容易处理的事情。那所以像观自在菩萨入世大慈大悲不是好容易做的呀，那大位的菩萨，大位的菩萨有时候都很难，他怎么样随顺众生，要随顺众生的善根，要修行众生得做起事，让他难住，让他取入佛道，还要摄受他，他又不接受摄受，特别说不世界众生，让他节制自量，对，是吧？你要出家还得备办个三衣吧，得入衣袍吧，还人收你不收你吧，这些都是障碍了，乃至让他开悟能解悟，让他心里清净，让他发起善根，这个种种开示都不是随便能做得到的。那菩萨，那我这位菩萨的堪忍，一切都能忍受，堪能可以讲啊，可以不能忍受的都把它可以忍受的了，那自己先观阿曲门，这个门呢，阿曲趋向阿曲的，反正阿舍的门关闭了，关闭就没有阿啊，不做作呢，因为单舍住善了，没错。这样要具足威仪，你要利益众生啊，你得做个标本给他呀，一定不要颠倒，颠倒就是是非邪正不分，像我们经常说吧，本来不是长的，他把它织着很长，人人都明白，但人人都糊涂。这话怎么讲？人人都明白，这寿命是无常的了，什么人都个死，没有一个不是颠倒的。他没想到他死，无常即长，执着长。哪个道友想到了，说我明天会死吧？没有一个这样想吧？又没得病，又没得什么。他总往长了想，本来是无常，要把他想成常，这就叫颠倒。本来是必死的，没有一个活着的，他的想法就是不死。这是举例了，行正行，身口意，念佛的教导，发菩提心，这叫正行。离了这个菩提心之外都叫邪性，必须得记住这些个，这上头说了六种，接着才堪为诸佛的法器，就是说这个器皿呢才能够承受佛法，接着才能给众生做福田啊，能给众生做个福田，众生要依着你，或者亲近你，你办，你能给他的回向，给他种善根，这是诸佛所护念的，要这样的修行呢，长福的善根，住住佛院，行住佛业，做的都是佛事儿，心得自在，为什么呢？无挂无奈。就是有了觉悟的心，行也都是觉悟的事儿，是吧？与三世佛相等，等于佛，
经常所住的所趋向的都是佛的道场，嗯，我说说法的道场，行道的道场，嗯，说道的道场，行道的道场都叫道场。道呢就是场，就是处所，道呢就是菩提道，嗯，心里所想的，口里所说的，嗯，心里想的，口里所说的是一字相，而身体所做的，嗯，不贪富贵荣华，不投世间的享受，如如来力了，这时候才产生佛的力量，断烦恼，嗯，因为这一点，关于这一点啊，我们诸位道友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我们所做的都是佛业，嗯，比较而言，比社会，比世间，我们这心是自在的，没有比排相，嗯。都是自愿的，因此说这样一众生，我们就现在我们在世间而超世间，我们生活在这世间上超脱了，超出世间了，嗯，同时但是我们这里的发愿的不同，有想来生富贵的，有想升天的，一般的说，总的说起来，我们这佛弟子，不论你学净土啊，学戒律啊，学华严，更不要说了。嗯，他不要求升天的果报，他也不贪图人间的富贵，没用啊。对我们来说没用，嗯，要个人修道说没用，而对常住来说就不同了。建立道场，修道场。嗯，那得要钱呢。那对我们轻松来说，我没有这个灾因，也不去想这些个，嗯，什么都不执着，嗯，随缘消旧业呀，随这个因缘一天呢，消我们过去所做错的事儿，所做的业，嗯，把这个善根都拿来回向，回向给谁呢？回向给众生，这叫我们度众生。我们每天把我们闻法、遵守常住的规律、持戒，嗯，这是善根呢。把这个回向给众生，自己不贪着，这也是行菩萨道呢。嗯，因力当中入是行，一劫两劫无量劫都这样去做，那你会得到成就了，就入究竟道了，嗯嗯，而后又去普法一切众生，给他们做，如果是这太阳很大的，给他们做阴凉，嗯，让他清凉，不受热闹，嗯，众生在虚妄当中，在这虚妄道的当中拔除，让他得到真实，住到一些善法当中去。嗯，诸佛境界也是入世啊，从他因地当中一直到成佛。嗯，给这众生开示智慧菩提之门，你要想挣扎智慧入菩提道，这是一个门，门者通达矣，嗯嗯，以此能通达菩提道，嗯，能够开一些众生的智慧，建立智慧的法床，嗯，严禁菩提的大道，嗯，能示现一切世间，在世间菩萨示现到世间。明明知道世间是空的，明明众生知道众生是幻化的，但是众生他不知道，菩萨要解除他的垢眼，尘垢的垢眼，让他心里不随着烦恼转，
让他随着善业转，要心善调佛，业是心做的，心要转化了，所做的业都调伏了，调伏了。嗯，上如来家呀，咱把它说浅一点，不说上如来家甚深的，那佛祖得登地，乃至于发菩提心。现在我们说更简单，受了三皈，受三皈就是上如来家了。但是从三皈一直到一切行门修行，把一切业都把它转化了，清净了，眼物业，眼物业的总现，转成清净的佛的业的总现。嗯，就是具足功德，具足福田，嗯，才能给一切众生，世间众生做所依呀。众生在世间苦难当中无所依，菩萨入世做给众生做所依，能够难离众生，让他清净，显令清净，常行修习一切善根，让他行善根的心呐不断。像我们诸位道友经常想到这个世间苦难呐，随时会出现的。苦难随时会出现的。修道也不是那么清清静静，没有障碍的。大障碍嘛，那你就靠佛菩萨加持了；小障碍嘛，你自己还得克服。克服呢，就是能够忍受折磨。是苦啊，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苦，你生在这个中。上来所说这些个没谈到因果，全是所有因果，含着因果。入世间一定得入世果。同时呢，自己经常的感觉着自己对照啊佛所说的法，现在我们这说的都是对照啊，这样我们究竟具足几个跟佛说的法，我们心里想的，身体所做的相应不相应，就是合不合。那不相应的了，你把这些话变成行动，这是语言，有人变成指导你的身去做，也是开发、啊、你的心呢、啊，让你开成智慧心，而觉悟心。有人不知道什么业来了，做不了主。他说：“要是在一些警戒线来了。”你能够自在调伏，调伏，调伏你的心，不要生烦恼，这也跟我们现实生活境界有关系没有？全是现实生活，就这么现实生活当中的，我们在这个道场是佛的道场。我们不能入到如来力，你如来的力量那就智慧了，我们也没有佛的德相，没有，我们在世间超不脱，但是升天嘛，我们恐怕好多道友不会想，升天完了快了一阵子，完了又来堕落了，那个不会想。谈富贵的心嘛，我想大家还是放得下的。那昨天呢，我就突然很紧张，但没得水了，突然给我断水了，上下都没得水了。据说呢还要断得很长，你说没有没得水了，这生活可困难了。
但是呢它会转化的，转化的。但是你说对景，对这个景，对景生心，现在这个境界相它就生起了你的烦恼心，不是胜利心。有甚至烦恼要如何处理，如何处理。那时候很担心大辽没今天早晨没法做饭，但是他很好准备了有水。昨天我看很多道友去挖，临时挖沟愿意喝水，来得及吗？可你个三天你还有力量去挖水吗？我们昨天大概就是淘我们的后头井挖井，头两天我就赶脚着要没水，让他买个水泵，我也帮我们那井的水掏一掏，这样。昨天他就突然没有，还等没人掏呢。我昨天忙了一夜，把井水抽到上头，把上头又打整，完了水才下得来才有。今天勉强着还有水吃。这是突然现象。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也是两人可克服，或者另外担点水去。那几六七百人呢，突然没水。而且是一了解呢，他说普寿寺没水，人家都有水。什么道理？我说这个跟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遇到这种境界相，你怎么样做？我们佛弟子第一个念头求佛菩萨，他们不信，我们非常信。不信三宝他不信，咱们非常信。信了有什么效果呢？他会转化了，转化。而紧张那么一号，今天完全变化了。我们那个井也打上水来了。昨天偏巧又没得电，不但没得水，电也停了。为什么呢？下冰雹没电，没有电那更麻烦了。没电。咱有些个做饭还要靠电力，照明靠着电力，没了电了不很麻烦吗？你到今天早上四点钟才来电，等他来电的时候，我水也有了，灯啊照明也有了，他也来了。问题就是这样子，好多问题看着很困难，困难解除了就没得困难了。说自在不自在，不自在达到自在。当你不自在了时候，那考验功夫了，考验功夫了。你怎么样把不自在转成自在？但是我们自在当中的时候，可没想到不自在。这跟我们现实的生活，跟佛所教授的要把它结合到一起，是吧？八风吹不动，这就是警戒风啊，外边是警戒风啊，吹你啊，让你动摇。你的住法常如是，那就靠什么？佛子啊，菩萨摩诃萨以净自愿的菩提心，以这个力量修善根的时候，你自己这样想啊，做是念言，说这些个菩提心的力量的善根是集聚起来的。一是什么集聚人呢？一是你的觉悟心，菩提就是觉，觉悟心集起来。依着思维一切法，是依着菩提心觉悟心去思维，依着觉悟心的发起，依着觉悟心的思维，
一是觉悟心、菩提心的自落，一是普贤天之所争一。菩提心渐渐就争一智慧，争一智慧里了，争一方便三巧。这个全讲方便道的，方便道就是入世间的，方便入世，根本造理，根本智慧造理的，方便善巧是入世的。凡是发菩提心的道友，发菩提心者，你有个觉悟心了，你的自相趋向觉悟的果，要成佛的。与这个因与这个果相合的，跟你自愿呢相合的，那你就非常的快乐。违背这个自愿跟菩提心不相合的，你又把它扭转过来，让它继续挣扎。你说任何的挫折，任何的困难，道心不退。但是求佛菩萨的时候，加持的时候，不是抱怨呢，不是抱怨。有些人呢不明白这个道理，它是一种抱怨。怎么叫抱怨呢？我这么修行，我这么用功，佛菩萨还不加持，让我遇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困难，就是抱怨。抱怨，不抱怨的想法怎么样呢？哎呀，我这业障这么重啊！我这刚发菩提心，不说利益人家吧，想利益自己还办不到，还出障碍，那就是因为自己的业障重。在这个时候遇到有些困难，第一个念头，修三宝加持。第一个、二个念头呢，就是你平时的修什么法得有利益相应处，修这个法呀，你心里得到满满，那就如是加强修行。那这个样子使你现实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就转变了。那菩萨他是这样的，怜悯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不是为了自己，是怜悯救护一切众生，救护众生的目的让他们莫退善心。遇到挫折了，遇到难缘了，他善心就退了，再想达到现前这个善心很难，一退下去那就堕落了，一堕落下去再想恢复来又得好多劫好多劫。所以我们为什么经常流转生死啊？就是这样子，进进退退，不能坚定。如果坚定了，菩提心不发灾矣。菩提心要是发起了，一定让它念念增长，就是你让它增益，增益就是增长。你的菩提心增长了，道理增长了，就会救度一些众生，怜悯一些众生，而发菩提心。你要救护一些众生，而增长菩提心，行菩萨道，乃至于趋向菩提，求一切种子成佛，还是为了利益众生。成了佛了，力量大，救的面积广，有力量能救度众生，这样子才能成就如来实力、十种智，后头又单讲实力啊。做事念时善根正长，永不退转了。这样子你常是这样关照，常是这样想，你那个善根呢，那菩提心呢，只能向前进增长，不退动。所以说任何挫折道心不退，等把这个挫折过去了，那个善根又增长了，又向前进了一大步，会开了很多智慧，
越有智慧了，越知道你的行动，那你行动呢越合理，都合于菩提道。今儿念呢还不够，还不够啊！佛子啊，菩萨摩诃萨辅佐四念，前头还不足啊，又有一个观念众生的，愿我以此善根的果报，我现在所修的善根一定要感果报的。那我把这个果报尽未来劫，我不住在果报上，我行了一个很多的善业，说布施了，前头布施那么多所感的果报，我不以此为满足，在这个上头修菩萨行，尽未来劫就没有实现，永远永久做菩萨的事业。同时呢，又把自己所做事业的功德施给一切众生，会施给一众生，就是不求什么报酬，也不求众生的感谢，我会施给众生，把它都去回向给众生，普遍无余，就是我所有的，我所得的，我所感的果报，我都给一切众生，一点不留，就是从不为自己打算。自己入世行，感起一些因缘，这因缘又主使自己行菩萨道。但是这些个都是以会施为主，施物是一种，给众生的愿力，把自己愿力回向也是布施啊，这是法布施啊，这不是财啊，你这个布施，那众生得到利益更广，普遍无余，不是哪一个众生我施，哪一个众生我布施，没有简单的，没有分别的，平等平等的。愿两个生极世界珍宝充满，发愿愿呢，所有世界都是珍宝充满了。愿是学生极世界衣服充满，衣服护体的，愿是学生极世界的妙香充满，俄生极世界庄严具充满，俄生极世界无量摩尼宝充满，俄生世界妙华充满，俄生世界味充满，上味充满，味是味道的味啊，俄生极世界财货充满，俄生世界床座充满，盖以宝藏，福以妙意，俄生极世界的种种庄严宝宝冠充满，加持一人，今未来劫常来求，不是求一次，常来求索，向我要东西，以此等我而会施之，把我现在所有东西都给他。未曾厌倦而有休息，入世积累物资，又把这物资施给众生，从来没有休息，就这么积累施舍，积累施舍，施舍积累。菩萨永远没有缺乏的时候，为什么？他施的时候果报又感，比以前更多，更多他又在施，施了又感，感果，果又施，无穷无尽，随心所欲。他的施舍随他心想的，想施给众生，就可以施给众生。菩萨摩诃萨入世施舍，就像这样的布施，是真实的，没有虚伪心，也没有希望果报心，没有说这样的个大名声名誉大名誉心，心中也没有悔，从来没悔，施己无悔。这个无悔心有几种？
你死也众生了。好，众生不但不冒单，反回来要恼害你，那你悔不悔啊？所以说这无悔心是指这个说的。比如项王，他菩萨四仙大相项王，那这一个人打猎的，他带山里落难了，这项王把他救了，他不道不报恩，他向个讷果王去报告，讷果王要得这个象牙，就派四种兵来射这个象。那这样的这个菩萨有悔心没有？说不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深厚与善根深厚的，他又后悔了，说我本来救他，他不但以恩来报，他还以德来报，还来你来伤害他，所以在社会上很多呀。看看那个法字，法字报上，你会看到很多发生这类事情。本来你是诚心好意帮助他来做什么事业，他回头来反倒咬你一口，把你拖累了。就是这类事情，那菩萨对了这类事情啊，从不厌烦，也不抱怨，照样如是会施者。他不厌倦，也没有休息。对一个人入世，对一切人都入世。他在布施时是真实的，没有虚伪的，没有希望你再报答我，没有的。也没有名利心，没有悔心。无热闹心，但发专求一切之道心，他就有一个，一个是什么呢？成佛，这就是成佛道，成佛道，把一切都回向佛缘，就是一切道心，一切施舍，越增加菩萨的布施的心，难悯众生。他不抱怨众生，假使这个讷众生受他恩惠，不但不报他，还加入深害他。他只是哀悯这个众生业太重了，继续造业。那就是不抱怨众生而抱怨自己，教化的不够，使他没有成熟。因为他难住一切字。的自信，难处一些字的自信。佛子啊，菩萨摩萨，以诸善根入世回向，尽为来劫常行会事，住一切字的自信，住在一切事上的智慧心。这一位是呢，就是说，有智慧的菩萨。他做一切事业，不论多艰难多障碍，他是解脱的。俺们做一切事业，没有方便，方便善巧不够，要方便善巧难力的不够，受到很多挫折，很多挫折。但是能够无悔，无悔。能够没有悔，就是悔心，没有悔心，还继续增加去做。增加的意思呢，就是自己的善根不够，做一事业，经常在你做的当中有挫折，这是一种想法。另一种观想呢，就是菩萨、佛菩萨考验我。增加我的道力，因为那些个讷人不是讷人，是佛菩萨化现的。那这个问题常这个问题就变化了，因为你思想这样观想，你把一些讷人看成佛菩萨，同时又想，我是为一些众生啊，才积累这些财宝，或者象宝啊、马宝啊。这七字具足，信息调出这个相啊，七字都好，长相啊、牙齿啊，一切都好，
完了，在这个相上，这布施相宝的时候，相宝充满的，还有种种妙宝庄严这个相，拿这个相整个庄严好了布施了，这是布施相。愿两个是企业司机宝马，宝马充满，解马成为宝者，有几种含义，大家可能对马没什么研究啊，说的马，马有的马呀，我们东北这样讲究，马有轴马，什么叫轴马呢？说你骑到它身上啊，非常稳定，但是非常快，又稳定又快，又难闻快乐。形容着你骑着马上端着一杯水，不会漾出来。说那马平稳的像这样子，你没有感觉颠簸，那叫轴马。轴马它那四个腿啊，相错不同，像人走步似的。那些马虽然跑得快，是跳的，是跑的，你坐上不稳呐，颠簸的。那宝马才是这样的，宝马良驹这样的，又走得快，又稳当，你在上头又不颠簸，这叫宝马。其他还有种种形容着了，宝马。我只看见一匹宝马，它可以从绥远，早晨8点钟，到青海，在这个蒙古到青海，早晨8点钟到那边5点钟，而人不在上头不感觉颠纹，宝马。但是他这个，他出气孔呢，不光是两个鼻孔，他肚脐眼有个穴道，有个穴道，他那地方出气儿，他的腹啊，马腹底下有个穴道，他一张一合那地方出气，所以气出得硬。但这都叫宝马。但是有一样，他自尊德王一个人骑，别人骑他不行。但这个宝马，这叫宝马。其实这种宝马在佛在是形容着，在印度很多就叫宝马，那不容。还有马福报很好，很好，比人强。说什么？为什么呢？他堕畜生道了，是在业报，他享受的福报比人强。那福报尽了就没有了。类似。马相都成宝，还有龙马王，龙啊变成马，龙变成啥？咱们形容是龙在佛教讲是畜生道，没有人的福报，没有人的好。为什么某的国家的皇帝都成龙？他的子孙龙子龙孙，我说他没学过佛经啊，他学佛经他不这么叫了。龙是畜生啊，假设你说哪个国王，你说像龙一样，龙天什么人，他高兴死了。假设说，那么佛经说，你说你这个畜生，他不杀了你才怪。龙是畜生啊，那他因为好，龙凤。凤是飞禽呢，也是畜生啊，成了王后啊，成了王的女儿啊，公主啊，你叫她凤，她高兴死了；你叫她个畜生，她绝对不高兴的。其实是畜生，这是什么呢？就颠倒，就是颠倒众生，好多事儿是颠倒的，这很明显的事儿，颠倒。若龙马王，龙马王，龙变成马，驮唐僧取经那个是小龙马，龙被贬了，龙太子，龙王的儿子，他原来做了业了，把他贬了，原来就是还好，让他变了唐僧取经的坐骑，
这神话啊。其实玄奘法师到印度没有骑马，你走路的了，哪有马骑啊？马要吃草，要吃料啊，哪给他草料吃去？人都没得吃的，也没得水喝。形容词，就是宝马、龙马，这形容词。这世界上，我拿这个形容着，印度也如是的了。种种重宝庄严岩石的那个马，把这个很好的给别人，要持中不舍，这以象以马以宝马以龙马，不是给众生。愿令和尚起劫，世界妓女充满，这种妓女啊，不是阴女啊，她是讲技术的，天王啊天赐天，就六一天都有。做机要的，乃至于唱歌的，舞蹈的，表演的，他只是做技术，做技术，就技艺的女子充满。为什么呢？古来时候那妓女，她又是做各种药器，当你看着那个八供之中啊，天女供啊，都是妓女。信仰符咒种种的妙音，这些这个演绎的歌舞的女，她能够演出种种妙音，以这个来布施，因为在过去，国王个别的高级宴会，这边吃着饭，那边做药，唱着歌。那些个妓女，他们也很有福报的，也很有福报的。我们大家经常有时候啊，经常有时候把这种妓女当成跟那个卖淫的女子一块儿，那是错误的，那是错误的。咱们在六欲天里头看见那供佛的时候。供佛的有妓女，有这种女人，她用她的歌舞演唱，来供养，也有这妓女，后来一步变成很好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过去唐朝时候，有个刘禹锡。八大诗人的一个，他在朝中做高官，得罪皇上了，皇上就把他贬了，贬到苏州，就现在的苏州，当刺史，就等于当那个地方长官了。他到苏州去了，那个苏州的那个老仕途，就是以前给皇上、给太子陪着带书读书的，那叫仕途。司空啊，司徒啊，官的名字，那官位就比刘禹锡很高的。但是刘禹锡做的地方官呢，他请他吃饭。吃饭的时候，歌女当中，我这解释这妓女的啊，就唱的非常的好，唱的呀，把那刘禹锡啊唱的心呐、就非常的难过，可能唱的那调子很悲哀的，这个刘禹锡看看这个老司空啊，老司空睡着了，根本没听。咱们过去说你形容词说司空见惯昏无事，痛断苏州刺史堂，他这边把堂都痛断了，那个老司空啊，那是没有事，像睡着了一样。咱们经常的引用作诗啊作词啊，都有这句话：“司空见惯昏无事，痛断苏州刺史堂。”这是一句话了，形容这个妓女的她表演的歌舞，能使人转变。怎么转变呢？从那转变散，像供养佛那些妓女唱的都是那个很非常的入道的歌。现在我们在台湾，在世界上。
我们编了很多佛教歌曲啊，嗯，我在这上我这么多讲一下子，嗯，那后来这个老四空，嗯，就把这个那个金女啊，送给这个刘禹锡了，刘禹锡不当金女对待，嗯，后来刘禹锡又调回京城去了，调回长安去了，又恢复官的大官了，他特别来娶她，嗯。娶的时候呢，这个女人死了，她只有这么大个福报，嗯，这是个故事了，讲那个说人的命运似乎都是这样子，嗯，就是死是很长的，他那死还很长的了，是高简公居公样庄，清歌一开杜伟娘，四通见惯昏无事啊，痛断书愁刺死堂，这一首的词啊，词啊。他非常尊敬这个女孩子叫杜伟娘，杜伟娘，他说他这首歌啊，啊把我肠子都痛断了，对，所以这个晋，这个为什么在佛教也经常有这个助啊、助药啊、干啥，把供养佛爷干啥，就是他演的是道，大家还是维摩诘居士。维摩巨石有个天女，有专门给我们唱歌的，那他把这个舍利弗啊批评的非常的厉害，大家看着维摩诘经就知道了啊，嗯，人家让我讲维摩诘经我没有讲，为啥呢？那有些人呢，现在的居士他看着那个维摩居士那儿对文殊师利菩萨那平等，对待舍利弗，对那阿罗汉，那对那小乘啊，批评的很厉害。那现在我们这居士也是拿这个维摩诘经来批评我们和尚，我这位我不大声讲，啊，因为你不是维摩诘啊，维摩诘是古佛呀，嗯，往往用的也不恰当，这是引用的意思了。为什么要把妓女来供养作为供养？阿僧祇世界的妓女充满。我把这事解释清楚啊，大家才知道妓女是什么样子，不是像我们社会上是看见的你。你现在对舞蹈家、歌唱家，嗯，他平等的了。西藏奏种种妙音，这些个妓女、歌唱家，他奏出来种种的妙音。愿令阿僧祇世界底顺充满，那些个菩萨是以这些个来做供养，供养诸佛呀，供养诸佛菩萨，要有人向他来乞讨的，我要你的所有的阴药歌女供养，那他就舍给他，发菩提心而用布施，这个都在决心当中，不是世界想，不要用世界想法，以菩提心而供养，愿令阿僧祇劫都得到充满，发菩提心而用布施，他这个里头后头加句，愿令阿僧祇世界的男女充满，都是表演的，艺术表演的，拿来若不是，愿令阿僧祇世界底身充满，发菩提心而用布施，不但布施一切歌女妓药，就是我自己的身体也入之布施，身体是无量，阿僧祇劫那样充满也用布施，愿令阿僧祇劫世界几头充满，自己脑壳都拿着供养，在这样供养的时候没有放逸心，嗯，很慎重的，嗯，就是以头供养，愿能够是其节眼及眼充满，都是我的眼睛，又以眼睛布施，愿能够是己身血肉，以自身的血肉布施，这前头讲过了，及骨神充满居中，心无顾虑，这是大菩萨啊，假使有人向来要我脑壳，我绝不会布施他的，
我没有这个愿力，我也不敢发这个愿。有啥呢？我没有到那个位置，要让神要我的血肉。我是向往，现在没有这个力量。假使我不是半截，那一痛我是悔恨的，悔恨是下地狱的。我也不布施，既不求福德，也不求堕落。等我修满了时候再说吧。心有顾虑，骨髓充满。人家说求我骨髓的，求我战胜，不是我，是观世音菩萨。愿了恶生奇迹，自在王位的充满其中，慈容布施，把果王位布施给人。愿了恶生奇迹，奴仆做事充满其中，慈容布施。说我的身可以给人家做奴仆，给他做众生的，乃至我自己是果王，我舍掉官位，满足他求逝者的用心。所以我们经常有的问题，有些什么问题呢？大菩萨的事儿我们做不到。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菩提心的量没那么大，没那么大啊。像施点物质啊，见能练习舍呀，但是舍头目脑髓身体四肢，这个一者自己没这个愿，一者自己的地位也不够，因为你中间会毁的，毁的。与其毁，要生毁心，不如最初就等你学习好了，有的道理了再说嘛。这是不能效仿的，这是一个不能效仿的。二总说大菩萨诸佛是不能冒充的。怎么叫冒充？我们有些人说我开路了，跟佛一样，说好，那你把脑壳舍给我吧，你就没悟了，你舍不得了。不是舍不得，你舍了也不行的。是吧？把一切的广大的近未来及难住的大舍的自信，如是摩诃萨摩诃萨，也就是等种种诸物，就上头所说的，这前头本来说过了，这在方便会里又说，在智慧里头说，在方便会里又来说，重复，重复。为什么要重复？这个是善巧方便。说在善巧方便时候，菩萨他能够欲来求者，他因为要度他成就，他舍给他不是白舍的，那转化他成就，而且是求舍这个的，不是一般的人，这是上位的菩萨。他说你给舍给他完了，你一发愿平伏入故，像没舍一样的，脑壳割下去了，他又回来了，长上了。你说他没有回心，就是那上位的来求下位的。咱们现在不是说身体发福啊，哪有点钱财，一些身外之物能舍得就不错了，舍心也是逐渐培养的。所以菩萨近未来及广大的一些舍心，施一众生，把一切事物施给一众生，入一众生，尽众生界，一切施与众生，能施给一切众生，就一切众生都能入世施给他。佛子啊，菩萨摩诃萨与一切世界尽未来界修菩萨行。专门修施，以上所说的一切诸物都能施给一切众生，不但施给他一次，还令他满足。
为一世界与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世界悉能入是舍，都能入是舍。因为什么呢？大悲普度，终无间隙，没有间断的时候，没有休息的时候，永远入是行，行菩萨道，永远入是舍。普加乃悯，乃悯一切众生，要舍给他一些物资，随其所需，他要什么都给他。咱们平常说，说我要你脑壳，好，给你吧。其实大菩萨呀，也没有这样要的。只是那大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这个上位的菩萨说第四天呢，专门做这些个，那都是九地菩萨地位的，来成就他的道业。孙悟间隙就是不间断，随着众生所要求的，全部能满足他的愿，能施舍。没有一念想生疲倦想，舍的烦恼了没有？生了不愿意舍了没有？一直啊，行这一横，一直行这个法门，满足众生要求。佛子菩萨摩诃萨如是四世生于此心，生什么心呢？所谓就以下这一心呢、生于此心，此心指的是什么心呢？无浊心，无佛心，解脱心，大利心，甚深心，善舍心，无知心，无受者心，善调伏心，不散乱心，不忘记心，具种种宝性心，不求果报心，了大一切法心，住大回向心，善觉注意心，临界众生住无上自心，生大法光明心，若一切自自心。具种种宝性心，这个宝字恐怕有点查一查啊，是不是实啊？种种宝性心就是这个宝呢，等实性讲啊，实性心，实性心是什么样心呢？称实，一切入法是在理上空的，性体是空的，是性空，性空的心，无有一法不是空的，因此才一切无求，一切能舍。舍的时候没有个希望回扣，现在就回扣吧，回报。因为什么呢？因为了大一切法的心呢、一切法的心无心，一切法没有实体的，一切法皆空，一切法是性空，所有的心是缘起，这不是真实的。同时我们现在讲回向，主大回向心，就称你本体，是大方广的大，是体现这样的回向。善觉注意，一切法都有它的义理，能够决定，觉是觉哉，觉哉，觉哉之后就是什么呢？无上的自心才能入是决定一切诸法之意。临界众生住无上自心，这无上自心不是有住的住，是无住的住。住无上自就是无住而住，无上自心还有什么住？有什么不住呢？
生大法光明心。嗯，一切诸法的心是光明的，一切诸法它的道理是智慧的，智慧是光明的。那最后说入一切字的智心，就是佛种子。头一句说具入种种的自心宝性心，就是佛的种子心。这一句就定名了，这是佛菩萨的种性，就菩萨种性。那是无作无法，所有这些心一共有二十心，二十心从无作心开始有二十心。有这些心，这些心都是无心之心，无助之助，所以行布施时候一点眼悟心都没有，全部是清净的。不为布施而书法，是以解脱自在，无相的，无相的，使了这么多没有无相的，不要带形象去求。说这个道理很深，说这叫巧妙殊胜，是善巧方便。巧妙殊胜，清净殊胜，没有我知也没有法知的，这样才殊胜。佛子菩萨摩诃萨以所记的善根，以念念中入是回向，不是想念一下回向了完了就没有了，不是，念念相续不断入是回向。一下又说所回向的啊，回向给众生的，那所谓的，为什么加个所谓呢？所谓诸法皆是从真心而起的，一切皆真，从妄心而起的，一切皆妄。念念回向，这个回向的心是乘真法界的而入世回向的，所以把以下这个所有的回向都把它印为乘真而起的。愿界众生财宝丰足无所缺少，愿界众生成就无尽大功德藏，愿界众生具足些难闻快乐，愿界众生增长菩萨摩诃萨业，都成就菩萨的事业。愿众生成满无量第一圣法，愿众生得菩萨转一切自成，就是上乘啊，上上乘。愿众生普见十方一切诸佛，愿众生永离世间诸惑尘垢，一切迷惑一切尘垢垢也永远离了，但是世间啊永远离世间的成功。愿界众生皆得清净平等之心，其实啊你得了平等心，成垢自然离了，离了成垢了自然得到平等心，所以这些心呢是相通的了。愿众生离诸难处得一切智，他有一切智慧了还有什么难呢？没有难了。但是不离难不能得字，得了字了没有难。这以前从上来所说的一共有七十二句，清凉果师把它记成说一共有七十二句，都要你行布施的，从你修烟到达果位。另有三十八句，另有三十八句，令你成圆融，就是因缘了，果已满了。加合起来110句。
就是上来说说的。佛子，菩萨摩诃萨入世回向时啊，发起欢喜心，这种欢喜是称性的大欢喜，不是像我们那个欢喜，他这种是成就佛的果德了，这种回向就成就佛果德了。这一下一直的为令众生所得的成就回向的很多。佛子，菩萨摩诃萨如是回向时发欢喜心，为令一切众生得利益难乐故，为令一切众生得平等心故，为令一切众生住能舍心故，为令一切众生住一切思心故，为令一切众生住欢喜思心故。前面那些思心又加个欢喜两个字。为令一切众生如离贫穷思心故，愿离一切众生住一切财宝思心故，为令一切众生住无数财宝思心故，为令一切众生住普世无量世一切思心故，为令一切众生住尽未来劫无断的思心故，为令一切众生住一切悉舍无悔无恼思心故，为令一切众生住悉舍一切知生之物思心故，为令一切众生住随顺思心故，为令一切众生住摄取思心故，为令一切众生住广大思心故，为令一切众生住舍无量庄严具供养思心故，为令一切众生住无着思心故，为令一切众生住平等思心故，为令一切众生住金刚极大力思心故，为令一切众生住入日光明思心故，为令一切众生住摄如来智慧思心故。这一共有21句，这21句就是这个回向，也是回向，令一切众生在回向当中得到总说起来吧，这都是普贤恒愿，得到普贤恒愿。为令一切众生善根眷属具足，为令一切众生善根智慧常现在前故，为令一切众生得不可坏净心圆满故，为令一切众生成就最胜清净善心故，为令一切众生于烦恼睡眠中得觉悟，为令一切众生消灭一切众疑秽故，为令一切众生得平等智慧尽功德故，为令一切众生功德圆满无能坏者故，为令一切众生具足清净不动三昧故，为令一切众生诸不可坏一切自故，不可坏的一切自故，为令一切众生无量清净神通故，通行故，清净神通行故，为令一切众生修济无着善根故，为令一切众生念去来今一切诸佛心清净故，为令一切众生除尽清净圣善根故，为令一切众生断除一切魔所作者业障障道之法的，令一切众生灭除一切魔所作业障的道法，让一些魔障魔业呀、不能障你的道，障一些众生行道。为令一切众生无奈清净平等功德法故，就是
为令者众生广大心，常念诸佛，无懈废故；为令者众生常敬诸佛，勤供养故；为令者众生广开一切诸善根门，普能圆满白净法故；为令者众生无量心、广大心、最胜心、悉清净故。为令者众生成就清净等四心故，为令者众生奉持诸佛、四波罗蜜等清净故，为令者众生得大堪淫波罗蜜故，为令者众生精进波罗蜜常无懈故，为令者众生无量定能起种种神通故，为令众生知一切法无体性般若波罗蜜故，六度让众生都能住在六度法上。为令众生圆满无边净法界故，为令一切众生充满一切神通清净的善根，为令众生住平等恒积极善法悉圆满故，为一切众生善入一切诸佛境界悉周遍故，为一切众生身口业普清净故，为一切众生善果报普清净故，为一切众生了达诸法普清净故，为一切众生达十相意普清净故，为令者众生修住行普清净故，为令者众生成就一切菩萨大愿普清净故，为令者众生证得一切功德智慧普清净故，为令者众生成就一切同体善根回向出生一切自成普圆满故，为令一切众生严禁一切诸佛果度普圆满故，为令一切众生见一切佛而无着普圆满故，为令一切众生具足相好功德庄严普圆满故，为令一切众生得六十种音声发音成谛皆可信受百千宗法而以庄严如来无奈的功德妙音悉圆满故，为令一切众生成就十力庄严无奈的平等心故，为令一切众生得一切佛无尽法名一切辩才普圆满故，为令一切众生得无上无畏人中之凶狮子吼故，为令一切众生得一切智转不退论无尽法轮故，为令一切众生了一切法开示言说普圆满故，为令一切众生以时修习清净善法普圆满故，为令一切众生成就导师无上的法宝等清净故，为令一切众生与意庄严无量庄严大庄严诸佛庄严普圆满故，为令一切众生等入三世所有一切悉周遍故。这是个词句呀，大家做一想也可以，做无量想也可以，都是从菩萨的大慈悲心升起愿力的一些众生，而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说了这么多的圆满。你暖了一个圆满，圆满了其他的都圆满了，都圆满了。一共说，清莲果子说，上头所说的八八六十四种，八八六十四种。
就是六十四类的回向的不同，回向的不同，但是包摄无余，随着众生的意愿，那解释的呀，把这些文字，这是文字啊，你可以设为意，也可以愿一切众生都圆满成佛，可以了，够了。或者是加一个愿一切众生消除欲慢，圆满清净，证得波罗蜜。所以文字是很多，但是道理呀，一个愿众生成佛，就这么一个愿望。那下头还有呢，为令者众生心能往业一切佛刹。那你要念到环境，你把它回向生净度，生极乐世界，没问题，绝对能生。那他一列座一切众生，他要往一切佛刹都可以，不止一佛刹，无量佛刹。到佛刹去干什么去？闻法度众生，听闻正法，话都有情。为令众生智慧利益，为事所重与佛门等共，为令众生一切智，知一切法普圆满共。为令众生行不动业，得无奈果，普圆满共。为令众生所有的善根，贤德神通，能知一切众善根众生的善根共。为令众生得无差别的平等智慧，一切诸法普清净故。为令众生与理无违，一切善根悉具足故。为令众生与一切菩萨自在神通悉明达故。为令众生得一切佛无尽功德，要福要智，悉平等故。为令众生发菩提心，解一切法平等一相，无以缺故。一切法只是一相，一相是什么相呢？无相。一切法无相，不是直接这样说，你了解一道一切法是平等一相，一切法就是一相。这一相是什么相呢？没有遗漏，没有缺陷，就是这么样一相。或者加一个，一相者无相是也。为令一切众生了达正法，为是最上的福德田。为令一切众生成就平等清净大悲。大悲为什么加个清净啊？没有慈爱，没有见爱，有见爱就不是清净了，有见爱就不是平等了。我们每个人对我们的妈妈，或者对着一个母狗，或者对一个麻雀，或者对一个捕鸽，你能平等吗？因为我们不是大菩萨，所以平等不了。必须得有这样子，这才是为令众生了达的正法。为了一切众生就平等清净大悲，这才是的大力福田，这才叫平等清净。我们心里头是有分别的，是不平等的，那是修菩萨行的时候一定把你磨练的，磨练的到达什么程度呢？平等平等。菩萨的观一切众生
都是自己亲爱的如自己的母亲，得有这样平等心才是能成佛呀。为令众生坚固敌意，无能主坏；为令众生坚壁猛夷，无能摧伏；能令众生成免最胜的平等心；为令众生善能了达一切诸法，得大无畏；为令一切众生放逸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为令一切众生普修一切菩萨，精进行无懈退；为令众生以一恒愿铺满一些诸恒缘故；为令众生即一妙音普世闻者皆得解脱。好了，我们就念到这里吧，这些个都不解释了，因为那句话大家都懂，都懂，没有另外的含义了。这里为令众生还多呢，一直为令众生，为令众生多了，这是菩萨的大悲大慈。